来了，第一位啊，这个口还是给它批非常漂亮的。我们先站起来啊，先去一边，这个鱼比较大。扎下去了啊，扎下去了啊，很有力，很有力啊，很有力，这个力气是杠杠的。不着急啊，因为这鱼比较大，它现在还没有发力，它还没有发力，我们稳它一下。可以肯定是能用，因为如果是青鱼的话，它会窜，慢慢来，不着急啊。我操！哦，炸了，倒下干吧。好，回来了。哎，这杆子这么轻，真的好怕它炸了我哎。但是我们接到你的杆子应该很强悍，这个了，看着很危险啊。但是这个杆子确实很强悍，我操！哎，这个一直在往下扎啊！我去，行，我操！哎，抱不住了，抱不住了，好过瘾！嗯，还得往下压，我得往下扎呀！我操！基本上没问题了啊，基本上没问题了。看来这个杆子还是很屌的。这是加上你的五二清口，爆了爆了！我操我操我操！啥呀？哎，硬扛他啊！今天就硬扛他，把他干，争取给他干爆。好远了啊！看我们顶一下能不能顶出来。今天我时间没到，我过些天了。五号再见，可以拉线了吧？先看看有没有书包啊，没有书包就随便拉线了。没有书包，哎，有书包，有吗？背上有个东西啊，趁机顶一下，趁机顶，顶不动它。哎呦我去！你看还猛得很，你看他越战越勇了，他，哎，负角度了啊！这主要是没有岸边，没法往后退，我怕线磨到这个，我怕这个石板磨到线。不过他基本上下不去了啊。这个杆子鲶鱼还是可以的，我说这个乖乖，然后怎么这么能冲呢？30斤鱼应该是有了吧？好，拉线吧，拉线拉线，好。好，30斤是妥妥的了啊！我的个乖乖，怎么这么大？兄弟们，这是我们这的第一尾，35斤是以上是肯定有了，40估计还不到。好，放下去吧。记得关注再走哦。